3月31日，由陈淑芬主办、众星云集的《继续宠爱十年》张国荣纪念演唱会完美落幕后，4月2日由张国荣歌迷会开办的《继续张国荣纪念音乐会》接棒拉开帷幕。太极乐队主唱雷友辉特意献上哥哥经典金曲，大热带歌迷重温哥哥魅力。继续宠爱十年，仅隔一天就再为哥哥登台，只因在哥哥生时，雷友辉就多次为其演唱会做合音，积累下的深厚友情也让他至今对这位好友念念不忘。以前从哥哥身上面已经学了很多东西啦，已经拿了很多东西啦，现在要还给他嘛。而对外界抨击陈淑芬借纪念哥哥之名大肆敛财，雷友辉也是投下信任票，出言替他平反。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觉得他就是卖票的就是要收一个制作的费用啦，还有给我们的律师钱也不要他自己逃出来嘛，所以我觉得他搞这个演唱会不是为了赚什么钱，只是给哥哥一个纪念，就是这样子。